爸爸妈妈，我出门啦。爸爸妈妈的合照是在一片蓝天下，安德尔也有一片蓝天，但是显然这不是同一个地方。我想多攒点钱，好离开安德尔，去找他们。真正的肉，真正的菜，真正的淀粉，真的好好吃啊！下次生日还有108天，我要忍一下。安德尔的人365天无休，毕竟只要有一天不工作，这天就别想买维持生存的营养素了。开始你的工作，安德尔301号。陈校长给尊敬的二排领导道歉。谁管你叫什么名字？陈小狗，小狗倒是蛮适合你的啊！赶紧像狗一样的开始工作。是。你怎么回事？不在上班要化妆吗？扣一万工资。看你这病人样子就烦。我买不起不掉色的口红，可能是吃饭不小心吃。他啰嗦扣2万。是。哥，我敬您一杯。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调回去，虽然说给了我们娱乐的地方，但是看着这些安的怪不舒服的。是啊，想念那阳光和蓝天的。蓝天？你知道蓝天在哪里？去给我倒杯水。是。还不快去！你这个安德，对不起，知道了。不要命了，在下层安德面前提这个事儿，